大家好，现在呢我们所在地在江苏省的苏州市，在当地呢有一个特别牛的人，那发明了一个叫空气压缩发电机，这是我们的发明人胡国珍。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就是你整个发明的一个几个装置，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一一介绍一下，把这个展示出来。首先从哪开始？那我们就从这个是属于什么装置？这个呢，就是代表我那个风力空气压缩机装置，就是风力压缩机。别人呢用的是那个风力发电，对吧？对，我呢是用风力打气，压缩空气。我这个空压机啊，就是代表我在外边安装的，就像别人那个风力发电机原理是一样。那么他带的是发电机，我带的是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压缩那个高压气体，经过储气罐，我们那个做一个那个这个储气罐呢，可以大可以小。这个储气罐呢是一个立方米的气吧，零点五立方的那个气。那零点五全部释放完能够发多少电？这个呢可能就是它，因为它那个发个0.5度电。零点五度电、那如果说我们需要的更多的电量怎么办？那就是储气罐加大，做大，风车多放一点，多装几台风车就好了。那它的最后它的气体是经过平缓释放？对，我这个做那个储气罐呢，我们会做那个30公斤压力的那个气压的。那么就是我这个30公斤呢，而且我那个风车的那个载架子，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它那个柱子里面是空的嘛，对吧？那我们呢是帮它两头封堵起来做一个储气罐。所以讲的那个柱子呢，那很高，有10来米高呢，一个储气罐呢比这个要粗要大。但是我也能做很多个储气，就是风停的时候呢，没有风的时候，那我这个储气罐里边储存的气还能发电，继续发电。做一个储气罐呢，就从储气罐里边气管经过一个气的管道，帮这个气输送到我们这个气动那个发动机，空气发动机里边。等于这个就是两个装置就能够模拟咱们的空气这个原动力。对，咱们这个中间就不需要用电了。对，不用任何电的。那空压机是怎么带动起来的？这个空压机呢，我这个不是模拟的，是那个外边的嘛。我现在没有那个风车，我就是用了一个汽油发动机拖动这个打气泵，拖动这个空压机那个棒头压缩的空气。就是模拟外边那个风力风车发电那个大风车是一样的。那原先就是用风车拖动空压机。对，这个中间也就不需要这个材料。不需要这些了，都不要了。咱们现在是模拟整个环境。对，就模拟这个外观环境。然后带动整个这个储存的气罐，储存气罐越大，它发的电量就越强。那是的。那我们再往那边看看，那这边的一个构造是怎么？具体是怎么开始启动的？这边一个构造，我那边那个阀门一打开，空气发动机就转了，就转动了。就转动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输出轴经过变速箱到这个发电机的那个输入轴，那么这个发电机就运转了。那么这边发电呢，这边上面有那个电流表、相序表，对吧？它发是多少电，还有多少那个多少度电呢？就是根据你那个气储存的多少。我们是这个5兆帕的压力，5兆帕的压力呢，就是一立方米呢可以发1度电。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构造呢，大体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它有一共呢有9大部，今天呢就是现在只能代替的，就是有5个部分吧，是吧？还有3个部分没，因为。为了这个地理环境条件问题，是吧？没有办法安装。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现在呢，我先用这个5个部分发电，给你们看一下，是吧？那我来启动这个汽油发动机，代替那个风力压缩机。那我来先启动打气啊。
这个储气罐呢气已经打得够了，可以去发电了。这个空气阀门一打开，这个空气就顺着这个管道进入那个空气发动机，现在那个发电已经开始了，顺着这个管道，那么顺着这个管道呢进入这个空气发电机，这边呢灯泡已经亮了，这个灯泡已经亮了，开始发电了。那么这个想这个电压的高低呢，这边有这个阀门，我从这个阀门那个气可以开大小啊，你看啊，这个开大小看那个灯泡的亮度你就看得到了，阀门开小一点，电压机开大，这个电压就高，这个电压呢有几种发电方式，你要多高能发多高，基本上在690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压是吧，在这个上面都显示的都有的，这个电呢从这个后边接进来的，这里有四根线这个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从发电机里面接出来的电源，一圈没有任何的电线，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就是我研发的空气发电机现在是可以正式的一个发电技术呢比较成熟。豆浆和油条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种早餐搭配，不过呀，在看到炸油条的油之后，大家还能放心的吃下去吗？广西南宁啊，有个人叫唐振荣，为了养家呢，他开始卖油条，不过呀，这卖油条的生意并不是很好，主要是因为大伙儿看到他炸油条的油太黑了，觉得不干净，都不敢买，他自己也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就自己动手发明了一台炸油条机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搞这台机器他用了2年，花了300万。第一台做出来，油还是黑的，那个残渣它没有完全沉到底下去，还有一些死角的在锅的上面粘住，然后就被炸焦了，炸焦油就不容易发黑了。然后就把那个死角切掉，全部让它沉到底下去，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在不断的努力和研究之下，这才终于成功了。它这个机器是一体成型的，没有死角，四周是往下倾斜的，可以让残渣集中在锥底排污口，方便排出去。这样一来不管炸多少次，油依然是清澈见底的，再也不用担心油变黑的问题了。机器的底部加了一个冷却箱，装满水之后自动会控制油温，不会让油锅底下的油温升高，很好地保证了安全问题。使用这个油条机之后好多人都来排队买它的油条，每天的生意都非常火爆，1个小时就能卖出去几百根。它这个机器不仅能炸油条、炸丸子、麻团、鸡腿等等各种油炸食品都可以，好多早餐店、炸鸡店等等都在用它这个机器，使用过后都是一致的好评啊。我看见这个机器特别好，我就过来尝一下，颜色又好看，可能很好吃的。那这里生意都很好，每天都有人在排队呀。现在这么晚还有人在排队。我每天都在这吃，健康，胃好，味道好。如果对这个机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他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评论区下方请留言。这个机器很实用。
袁胖老师和发明尼团队倾力推荐。